那我们几个都是好人，等于是。我们都是好人。但是，这个家族的魔咒并没有停止。200年后的继承仪式上，还会有个背叛者，烧毁继承文书。那我们呢？所以你们的使命就是，穿过我们刚才过来的那道时空之门，穿越到200年后的继承仪式上，去找出那一代的背叛者吧。好，嘿，法瑞纳 Crow， 加油！嗯，走，进时空之门喽！哇！ 第一次回到我的泰国老家，见到了我远房的亲戚。你好，志明。哎，你好，志明。哎，我们家族还有其他几位人，怎么还没到呢？ 来了！全是乌鸡卡，全是白鹿卡，全是白鹿。你们是哪里的卡？本地的大咖啊！好，兄弟们，万峰迷人眼。哟， 好久不见，萨瓦迪卡！好久不见，奎卡，奎卡，奎卡，阿玛奎卡！我们都是奎卡，阿玛奎卡！哇！阿玛奎卡！你们在上网呢？我当然上网了。各位兄弟姐妹们，近几年发展的都不错啊。嗯呢。 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，那必须的。今天把大家叫到这里，主要是看一看是谁可以继承我们家族的这个榴莲产业。哦，啊，到底谁会成为我们的家族继承人呢？哇哦！所有人一起，我们将手放在这个盒子上。来，你打开来。 好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哎，什么？打不开，打不开，哦哦哦哦，有一张，哇，有一张，烧了一半又没有的纸，一个字都不留，烧没了，留了一个被烧毁的一封信。 哇，有一张被烧了一半又没有的纸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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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 怎么回事？
你好漂亮、啊。What's up, Thailand? China, China, Thailand. 不知道感觉说这个词的时候腔调都会变一下的感觉。两百年前呢，我们也经历了同样的家族继承人的选拔仪式，也一样看到了一份被燃烧的文件。然后我们两百年前的祖先也在我们当中抓出了一位背叛者。背叛者，我们本来还有个六弟的。对，这是个六弟。你们也有一个在这里面是背叛者。燃烧粉在谁身上，谁就是今天的坏人。谁身上如果能找到这个燃烧粉，谁就是你们当中的叛徒。有叛徒在你们里面。各位现在的身份是来自泰国赫赫有名的留下来家族的子女们。你们虽然来自不同的时空，却都经历了非常相似的继承仪式。在两百年前的继承仪式上，烧毁继承文件的背叛者已经被抓走了。所以今天需要你们所有人共同努力，找出现代的家族背叛者，将其淘汰，来守护家族的荣耀。一个人吗？只有一位背叛者。哦，只在我们里边，他没他们的事吗？没有我们。那他们只是 NPC 是吗？你们是 NPC 啊？你们什么意思？你们什么意思？我们是两百年前来的 NPC。 什么？我们是 NPC 了？我是你妈妈。我是你妈妈。两百年咱是太奶奶太爷。我是你爷爷。因为两个时代的继承文书都被烧毁，继承仪式也被打断，所以两个时代的继承人都还没有向大家公布。两个时代各有一个继承人。对，今天好人想要获胜，就必须找出那一位家族背叛者并将其淘汰，而坏人的目标就是要淘汰两个时代的继承人。那这个坏人很难玩啊。